是那个吗？小三之类的。对，小三的片叫什么？单身讨厌的，超红的。杨静华，小三就我也要。你不要生气，说到他的点了啦。听到某一首歌，你是否会想起某个人、某段时光，或是某部偶像剧呢？我们今天准备了一系列的偶像剧歌曲，要来帮大家回味一下那些经典的偶像剧，好吧？印象中有比较经典的偶像剧是哪一部？不良少女，终极一班吧。太甜心，恶魔在身边，今天有个夏天。好，先。先不用。王子变青蛙。那你们心中觉得最经典的偶像剧男女主角是谁？吴尊吧，阮经天，郑少恩吧，贺军翔吗？张韶涵，然后邱泽。我们会放音乐给你听，猜出那是哪一部偶像剧的歌。一双迷人的眼睛。哦，那个情非得已，早知道我也不知道，也不知道哪一部。那个流星花园。是偶像剧啊，不知道还是偶像剧，不知道啊。歌哎，月牙人，不是，最近好像有翻电影啊，最近斗鱼，还是你没有啊？被继续的眼泪。这是什么？是小乌龟那一部吗？啊，答对了，小乌龟就是这个。前阵子超红的，是那个吗？小三之类的。对，小三的片叫什么？单身讨厌的，超红的。杨静华，小三就我也要。你不要生气。说到他的点了啦，那个犀利人气，提示你林凡唱的，哦，犀利人气，我知道，等一下，哎，他是哪一个？这是什么偶像剧？来，我想一下哦。好，你看这是哪一部啊？他演的啊，一定是他演的。想不起来叫什么？有火车是不是？我好奇怪，我什么都知道。恶魔之吻，对不对？是吗？恶作剧之吻，我忘了。恶魔在身边，恶魔在身边。啊！情况留在某一节车厢。杨丞琳的。杨丞琳吗？哦。这超有画面啊！你连名字都记得。邓光熙。邓光熙。那个下一站幸福。偶像剧王子哎、欸，我只一直记得他爸偷帮他洗澡，他爸偷是对，他全女王，他朋友都还不到，杨景华，爱歌哎、欸，他全女王，他全女王，啊有有有，还好以前认真看电视，哦，等一下，这是我想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我只。好像知道又不知道，什么？好像知道又不知道，介于有跟没有之间。哦，当他们旧好朋友那一个，就是男女纯友情。对，那个叫什么？所以你觉得男女之间有纯友情吗？没有，想说你有讲到，就是他是什么样的友情？浅浅之交一定有啊。那如果还有一个就是从小到大就很好的女生朋友，还有点像我之前的话应该还好。在你之前还好，在你之后不要再乱交什么很好的朋友，就没必要。对啊，可以分手再交啊。对，是不是？也会这样，对啊，什么表妹啊？怎么表妹这样？只是干妹妹这样。我可能不爱你。啥可能不爱的？谁在旁边说多少的？没有，你们都查到了吗？还问是吗？啊，命中注定我爱你吗？啊！命中，命中注定。命中注定我爱你。哎，你好快啊！你才听到几个那个叽叽叽的音而已。你是不是很会玩那个听前奏猜歌名？再给你听这部的另外一首。好像算蛮轻的吗？还是对你来说算蛮轻？什么便利贴？便利贴？你猜吧。爱上便利贴。爱上便利贴。
弹开的部分，这里有啊、哦，开始有了。公主小妹，你太准了吧！这是那个，嗯，有江直树的那个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叫什么名字？答案，你把男主角都讲出来。恶作剧之吻吗？答对了。演的是吴尊吗？啊，花样少年少女，花样少年少女，啊，想到了，罗志祥、杨丞琳、海派甜心，对对对，宠物大师香菇头，哎，你真的，欸，秒答，海派甜心啊，真的秒答，主题曲，片头曲，是杨丞琳爆炸头。不良校花吗？海派甜心，来了啦！最后一题，海派甜心，好，他好厉害哦！你今天第一名，你今天第一名，因为是听最快又猜最快，好厉害！你让你我在，第一个字是公，高野蛮王星。什么变身情人的吗？